人类兵器的历史就是金属的历史，从青铜、铁器到现在的钢材、合金，兵器的形状与材质不停地发生变化，唯一不变的是沾染在兵器上的鲜血。禁止吸烟，快把烟掐了！队长，队长，出事了！快把烟掐掉了！听不到我说话吗？这里禁止吸烟，想害死大家吗？还不快就位！队长，队长，不要啊！快放手啊！会被枪杀的！那是监察部队的人啊，真的可以枪杀我们的！哟，又在欺负人了呀，凯因斯！啊，这样可不行啊！佣兵也是有纪律的，再不放手的话，你可真要惹麻烦了。个人感觉你应该死在战场上，否则太浪费英飞那台机体了。格利亚教官，出大事了！凯因斯，不要闹事，把烟掐掉，别为难我。让艾洛特把菲亚带过来，亚当号马上就要出发了。是。真听话呀，看来只要是女人对你都通吃啊，不论是成熟的女人还是这只小绵羊。141小队，707小队，发射准备。那么我们出发了，照顾好你的小绵羊啊。支援要给力哦，帅哥。队长，太好了，队长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Aelrot，哎，如果再敢给克雷亚打小报告的话，杀了你。明白了。部队部署完毕，电磁环境正常，黑虎已到达指定作战位置，请求指示。作战倒计时开始，还剩525秒。这次任务非常艰巨，一定要拼尽全力完成它，听到没有，胡子？收到。我哪次没完成任务？这次的对手不同，绝不可以掉以轻心。全连，都给我活着回来！哼，放心吧，阎王爷不会手软的。这个家伙在，出发了，黑虎！
Welcome to Wings OS. Identity verification. Cleared. AWT code. Attila. System launched. Update complete. Engine start. 知道了，全队在预定地点集合。明白。Yeah, 收到。Confirmed priority target. All units stand by.